在我们的现场。今天在天津看到这么多的粉丝，觉得我们的粉丝热情吗？네요새그또새로운드라마촬영으로굉장히지쳐있었는데또이렇게여러분들가까이서뵈니까힘이나는것같아요最近因为新拍的电视剧身体有点累，但是看到大家我特别高兴。看到大家这么的热情，那我问我们现场的粉丝，今天高兴吗？高兴！我特别要告诉你们，我们现场的这些粉丝有从很远的外地远道而来的，也有很多是今天很早就在现场等候了，等了很久很久。일단공항에서부터너무반겨주셔서감사드리고요개인적으로또천진이라는곳이처음인데좀둘러보고며칠머물다가고싶은데좀짧게있게돼서개인적으로많이안타깝습니다谢谢大家从机场开始就是欢迎我我想多在就是天津待玩然后一会儿走但是我因为新拍的电视剧恐怕不行但是我觉得今天能够有这样的一段时光和大家共度，我们已经觉得非常高兴，非常难忘了。我问问大家吧，最喜欢敏浩的哪一部作品？来，大家说说。好像哪个都有啊，其实真的是过去塑造了很多经典的形象给大家。刚才敏浩有说到最近在新拍一部电视剧。是吗？非常的辛苦，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电视剧的剧情和你的角色。네일단시대적배경은600년전이야기고요이제600년전의인물인데제가현대로와서한여의사를납치해가면서벌어지는재밌는이야기입니다时代背景就是600年前高丽时代然后我是王的护卫将军而且我是古到今穿越性的爱情故事是一个穿越性的一个剧情这个电视剧大概什么时候会和我们见面呢不用你回答了都知道你知道不用回答了你们已经告诉我了是不是真的都是铁杆的粉丝啊那敏浩其实拍了很多的电视剧也有拍一些广告刚刚大家应该有看到我们乐天的这个广告我想问问敏浩你觉得电视剧和广告的演绎对于你来说哪一个更会有一些挑战性有一些难度어려운건아무래도드라마촬영이어려운것같고요광고촬영같은경우에는굉장히길지않은시간내에끝나기때문에항상즐겁게그리고기분좋고좋은광고들이많기때문에기분좋은상태에서많이찍는것같아요我觉得电视剧就是要拍很长时间，所以很累。但是广告比较短，而且我可以很开心的，就是继续演出。所以我觉得就是电视剧比较难。特别是能够在这个广告中展现自己很萌的、很百变的这个表情，也是我觉得敏浩非常吸引大家的一点。那刚才呢，敏浩说到现在拍戏也非常的辛苦，所以我代表我们广大的粉丝，也是希望敏浩能够在忙碌的工作之余要注意身体，因为我们大家都非常的关心你。好，那接下来刚刚我们说到这个广告，大家想不想在我们的现场再看一下我们这个乐天的饮料广告的一些拍摄花絮呢？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把目光聚焦在我们大屏幕来看一下。Thank you.
看了这个广告，现在又看了这个广告。